娱乐圈白事多，不少艺人离世，明年娱乐圈就没有太多白事了。而哲学家林炳南预测，因为明年文昌兴旺，娱乐圈将会多发丑闻、桃色新闻。哲学家张蕊勋亦指，今年娱乐圈是是非年，林炳南师父一批绯闻多多的谢霆锋和张柏芝，明年将会有各自的恋情。而柏芝和霆锋命格十分相似，相格上一行霉运，同样有机会陷入三角恋。其实命格上本人夫妻缘未尽，随时都有可能会复合。张蕊勋师父亦指谢霆锋将有新的恋情，王菲并无复合迹象。腾讯娱乐整理报道。